爱的朋友，亲爱的同学们好，大家好。在荧幕里面我们看到了一棵树如果我们要接一棵才是一棵树啦，要看到一个可爱的小男生哦，好，和一棵树，对啦，这个短木丛啦哈。哎，你看看这个小男孩，他好像似乎发现了里头有躲东西，没有错，这个树正在震撼着，震撼的英文叫 shaking 哦，好，在晃呀晃呀晃，对啦，树正在晃啦然后想说小男生在猜里面到底是什么，里面是什么呢？哎，那我问你，如果你真的发生在你身上如果你发现旁边的短木丛有东西在动，你会怎么办？我会怎么办？但是敲开就是翻开看里面什么啊？错了，你只是因为知道答案才回答这个。没有，真的会去翻呐、啊。如果是本人在旁边发现了这个小木丛在抖动的时候，抖动，铁定拔腿就跑。为什么？你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啊？怎么可能拿东西去翻呢？不是，说不定躲一些有的没有很可爱小动物啊。哦，那这个小男生就跟你差不多。对啊，所以你看他的想拿了一个棍子，用打的。旁边在尖叫大呼。哦，应该他也害怕，想就悄悄看东西会不会掉出来。哦，就是虚张声势一下就对了。哎，看看里头有什么。对啊，再敲一下，再敲一下，再敲一敲。可是他就是不敢往里头走，因为怕就像你讲的有躲不知道什么东西。没错，所以这个人就是虚张声势啊，好，自以为很勇猛的感觉，只敢在周围打一打。好，所以在短木丛旁边打来打去的这种成语我们叫做 beat about the bush。 有一个成语 beat 叫打，对的， about 叫做在旁边，周围周遭。那 bush 我们叫短木丛，树丛。所以这个呢，在树丛旁边打来打去的小男生，就代表他是虚张声势，没有错，也就是说声东击西，完全不敢正中标的，在周遭探听探听而已。好，这个成语我们就叫做 beat about the bush。